要什么？我要拍抽抽成，好丑啊！怎么都比丑的？吃吗？非常好。爱哭城好吃吗？爱哭城。酱不错，以后有的吃有的玩，玩完之后那个点缀，但是平常玩只能换一杯了，100多，他用90点就可以换一杯了，刚刚有100多点，就玩一次可以换一杯。最好玩的，对，我觉得这里最好玩的。可是我之前怎么？不是，他不是会发一张券寄到家里来，但是好像也没什么事。然后那个喜哥也有啊，他一直叫你说你可以去买啊，可喜哥是比较小的。
醒来了。